第一次中国在举办奥运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选手，运动员选手。到第二次的时候呢，在广州，2010年，我已经是马来西亚武术队的国家队的领队，所以那次也出戏了。时隔了十多年，到了这个杭州的亚运会呢，我可以看到了中国一直在进步，中国一直在向人文，所有像这些绿色，还有这些环保的工作做得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在亚洲里面说，可以说成为一个 icon， 做了一个榜样，这个是大家能够学习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感觉的整个组委会、政府、人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以一个亚运会的成员之一呢，我要特别的感谢。我也相信能够代表所有的全体的运动员、官员们、团队们，向中国说声谢谢，中国很棒。谢谢您。这是您第几次来杭州？对于杭州这座城市的感受和印象？来杭州好多好多次了，因为杭州是一个文明的一个旅游胜地。而这次的踏入这个杭州呢，有一点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呢，这次杭州亚运会，它带来了一些的激动，带了一些憧憬，尤其是我对这一次的整个的slogan， 它的标题就是心心相拥 ，heart to heart，future 未来。我看到很多志愿者，我也看到很多工作人员都很年轻，而且很自信，而且很礼貌，很有举例。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微笑，把我们的心都融化了。所以我觉得最棒的亚运会，我们只剩下了27面牌，啥都不说了。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奥运的精神，奥运的一些行动，来让我们的运动员能够更加自律，能够自己有自己的梦想。